都说广西有三宝，其中位于首位的雄县上田右就在我的家乡广西雄县。雄县是上田右的原产地，是中国上田右之乡。清朝时期啊，上田右就是贡品，由乾隆赐名，其果形呈梨形，果皮橙黄细薄，果肉洁白脆嫩，味道清香甜蜜，以品质上乘、耐储存闻名，被誉为天然水果罐头。雄县上田右还是国家地理标志正面商标，屡获国际国内柚类评比的金奖，被誉为柚中之王。它的全身也都是宝，柚皮酿、柚皮糖、柚子塔等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，远销东南亚、欧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我是李唐明，我推荐雄县上田右。